个这个戏剧花，要不要戏剧花？这个，请你。这个手术上面能杀死大概650种细菌。你像这个小孩子嘛，小的时候容易拉肚子，对不对？拉肚子，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给他喝水，早晚喝一杯，提高他的免疫力，就对人这个拉肚子情况也特别少。然后呢，就是这种，在家里面呢，必须要有这种枪刀和家雕，你才能够娶到媳妇。因为如果你一个男孩子家里面连这个枪刀都打不出来，而像你一个家雕都没有了，说明你家里很穷，谁愿意嫁给你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然后这边就是，那女孩子要出嫁了，必须得自己手绣两道枪符，当结婚的时候用。走走走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嗨嗨嗨，嗨嗨嗨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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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慢慢走，嗨。